10月8日，韩国女演员具惠善通过个人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照片，并表示：“我要走我的路，不会悲切，温馨奇怪，然后和你一起走吧，我是你的伴侣动物。”具惠善在网络上传的照片是他的新书中一页，书的后面可以看到一只猫。此前与丈夫安宰贤面临离婚危机的具惠善向经纪公司 HB 娱乐公司提出了解除合同的要求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